blood. ，行动吧！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 又碰上一个一直隐身的呗，你不隐身了是吧？喜欢不隐身，寂寞，喜欢不隐身。怎么这三个人好像是打不过这俩？喜欢不隐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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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，呀哈！ 哎呀哈！该你了，剑圣。 谢谢小飞棍进去了的太晶飞晶，谢谢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 小逼！哈哈，终于有点乐子了。
怎么有个小兵跑了呢？兵没卡住啊！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没事，这都小问题。Rampage！ 我正要去。Double kill！ 他在跑是不跑？喜欢不跑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别走啊！行动吧！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防御他打我一下？我吓坏了。我受不了了！我操，这么吓人！剑上，我砍，我再砍。怎么的？你要吗？你要你就说呗。差两百。嘿，这剑打不死。我毒死了，我操！他们要来看我，看我干啥呀？我不太想玩糖豆人啊，我想玩街霸。怎么又
打我呀？这些初始频道的钻石粉丝儿，我想今天来两个小时的街霸。我受不了了，去，哎呀，怎么卡屏没了呀？哎，到了他的回合，想想啊，这些与这波广坤的钻石粉丝儿，谢谢，好样子，影魔刀来一个，没事儿，下边他没闪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？这些 crazy， 这波你没闪现了吗？上波呀，你闪了，这波你没闪了吗？我就问问你，敢不敢出来防御塔？给我了吧，给我了吧！哎呀，没吸回来。这些老侯家内务府总管的钻石粉丝儿，谢谢。这些嘴硬的口才的麦浪飞机儿，谢谢。这嘴硬的口才，谢谢。行动吧！谢谢三妹夫的老丈人。一模杀的怎么这么不顺呢？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我正要去，这嘴硬的口才啊，感谢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我操！这吸血有点吓人呐！有口才哥的钻石粉丝，谢谢。剑圣也打不过积木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坏了，这积木不又收一个吗？阿卡丽十个呢？
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这咋的不是啊，给我了吧，你他妈咋的，你咋的你啊，我鲁莽鬼，哎呦我，哎，等会儿，哎呦，没有大呀，影魔刀、青龙刀，还得是剑圣啊，其实不用闪现，他自己会过来追你。这啥意思啊？这啥意思啊？这啥意思啊？这啥意思？这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这是啊？不能念个咒吗？也打不死了呀，我来了，有狗吗？有没有狗？肉能躲开致盲吗？那肯定是能的呀。阿哈利伤害这么高啊，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哎，没有人啊。
我就给你点面子了啊！我杀真是不行了，我一看，他妈该我了吧？为啥不早？我怕撇歪一个。太阴精了，这不，我怎么办？忍住。要忍住啊！还有一高原血统，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我来了。太追呀！啊，我给你一斧。别说啊，他打人还挺大。行动吧！给我了吧。什么意思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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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跑？哎呀，你今天能跑了？还有意外收获，还有意外收获啊！我他妈给你！哎呀哈！不走，我了哥！哎，感觉我少了点护甲，黑切好像是。我们现在来一个蓝盾，像是绝杀。干啥呀？要打大龙？经过我允许了吗？经过我允许了吗？谁敢打？我看看谁敢打大龙。
四千，上去上去死一波，我来了，经过允许了吗？经过允许了吗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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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还敢打大龙？还敢打大龙？完了，这撇歪了。八剑圣，高原血统，一秒就好。高原血统，上！阿拉法突袭，看了。感觉这蓝盾没什么用，想卖了，哎，算了，不都出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还是想出一个黑切，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先杀小黄毛，我回来了，去去，指定是打一个金身一个，我们先杀这个，再杀这个，去去，我说这一v五吗？我操！我怎么感觉我给他们都杀了呢？我先杀小黄毛，再杀的辛德拉，最后杀泽拉斯，都我一个人杀的吗？嗯，完事我还吃了个，我吃泽拉斯的伤害，吃 EZ 的伤害，吃球女的伤害，还吃了一个打野的大招，积木最后还过来了。要先杀泽拉斯，装备好。泽拉斯有钉，我杀他，他指定钉。我先杀没有钉的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怎么回事？就这么难打吗？啊？应该吧，追着打呀！啊！到了。看你的了，你不挺能跑的吗？啊，你不跟我挠头吗？你的头呢？走。行动吧！哎，该到了。
他一定是一直打阿卡丽的，所以我们只要上就完事了。我去去去，这积木，哎，阿卡丽怎么倒了呢？嗯，有点啥呢？感觉我的装备也就这样，没什么好换的。积木没钉，能找着积木吗？我受不了了，打不过呀！啊啊，这么难打！到底是什么原因以导致的这么难打？具体的原因在哪里？吸不上来。2-13的辛德拉能杀我们家四件套的阿卡丽。蓝盾扔，蓝盾扔了出啥呀？玩家，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没用。晚估计够呛，应该也赢不了。剑圣也不知道搁家干啥呢。要不投了吧？掠夺吧！ Enemy killing spree。打我好疼啊！够呛，赢不了，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你再来一个吧，来啥也没用啊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
我记得对面那个小黄毛一开始妈的复成，哎，我记得复成什么样来着，都是，但是呢他会打伤害，那就得看到底会不会打伤害了，你知道吧。这都打不死啊，这是四打五，大陆你守不守？看看远古龙打了能不能行吧。这游戏我发现确实不能往后边了，往后边打这不会玩的是真没办法，给他装备他不会玩啊，玩这个英雄他不会玩。来吧，几个人啊，他打不过呀，把你了剑圣，还得是剑圣啊，远古龙没刷，回去守下家吧。打不过了，打不过这个英雄属于正常，我们这英雄不是那种说是像剑圣上这种英雄，奥拉夫跟这种英雄怎么比，打不过这英雄不是正常吗？现在就不能说是靠我了，靠他们一块儿了，我这英雄越往后打呀，这是战士，这不是收割战士，这是他妈的上去往前顶的战士，洛克华的力量接近了，掠夺吧。对面打了三条大龙，打的我装备都没法换了。行动吧，就杀几姆吧，剑圣。这边还有个泽拉斯。
还得是剑圣啊。骗了。咱家不要了，出个紫炎之力吧。来个紫炎之力。整点魔抗。Your inhibitor is respawning soon. 我想想啊。怎么换一手，想想啊。青龙刀我们肯定得要。死亡之舞给我护甲。把这俩换了。换一个黑切加紫炎之力。积木带线儿，你别跟我走了，我去找他去。你们四个中，我去把这积木杀了。洛克法的力量，靠我点人。哎，然后我再中。剑圣快点出来。掠夺吧。哇好勾。哇。我想看一个东西，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，就是我们家的卡莎的每一波团战，他到底都在干什么？我想研究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们的伤害条。